my voice is just a call away. You don't have to be afraid. You don't have to be afraid. Ohayo. 今天呢，因为要去金山玩，会有一些户外行程，所以我今天的 OTD 休闲运动一点，搭一个敷帽，上衣是一个绑腰的设计，裤子就是牛仔裤，但是破洞的，阿妈会念的那一种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耶！今天呢是来到了金山。今天是跟着这央玩，第一集的时候有许愿说我很想要到海边，想说来金山的话就是可以有山，然后也可以看海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有许了另一个愿望，希望会有旅伴跟我一起。这一位旅伴呢，其实是我有一面之缘的旅伴，觉得蛮向往他常常一个人去旅行的那种步调。一起欢迎金鱼脑。我想问金鱼脑，你是有自己来过金山玩的吗？好像没有，是有点久了，对不对？上一次来好像是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校外教学去写生。我其实也是有点久没有来金山，也是大概是学生时期的回忆了。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遇到的时候是在过年的特别企划，我是属于可以一个人去旅行的人，但是我没有在台湾一个人旅行过。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不是会一个人旅行的人，对，但是看起来你很自在耶。以前就很怕孤单吧，就会觉得一个人旅行好像很边缘，然后之后就觉得哦，就拥抱边缘吧。第一眼看到那个金鱼脑的时候，其实会有点意外他的身高。等一下，我们觉得很难同时跟我在一个空间。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拿，就像我拿右手，还是永远给他一个那个台阶啊？我知道，我背你好了。太不录人了，我不录了，很可爱。你看我拿。对啊，那我们先来吃东西。没错，我们先去金包里老街。我靠，中午的时间，然后就已经大排长龙。哎，我觉得一个人去旅行的话，东西只能买一份，但是没办法分享，有这个缺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之前去台南路边摊，就是有卖一个超级好吃的鸭肉，然后就这么大一块，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就吃不下任何东西。我出国旅行可以一天排到六七餐的那种，而且是正餐。国外自由行还蛮常一直走路，觉得消化比较快。要减肥的事情回来要说。没错，这倒是。OK 啊，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的肉包，真的很烫。哦，卤肉的话都是肉，然后没有包菜。葱肉的话有看到蛮明显的很多葱。嗯，好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排队的店，葱肉很好吃，葱很香。哦，对，又丢口水，怎么讲？真的，口水自己分泌出来了 ，You know？ 他就说，哦，这太好吃了，要赶快。享受到这个滋味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肉真的蛮 Q 弹，蛮有弹性的，然后蛮香的。但我觉得我的比较土。不用理我，我你这样会的吃吗？那我陪你一起。没有离开，这些人太好了吧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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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哇，这样可以讲得出这种谚语，太强了。会不会觉得很老快？我刚刚把包子丢到地上的女人。哦，两个味道很不一样哎，这个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嗯嗯嗯，葱肉的很香，葱香，嗯嗯，哦哦，很肉汁，小心小心。那我觉得味道来说，这个比较淡，这个就是重口味会喜欢卤肉的香气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葱真的有画龙点睛的感觉，整个提香了，推荐大家一定要买葱肉来吃。你要吃吗？我如果吃完，我可能家就给我，嗯好，嗯。听说这边算是北台湾最悠久的老街，好像从清朝开始就有了。这里是不是产很多金瓜跟地瓜？还是金瓜只是采金矿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也是吧。胶原蛋白三宝，它上面写天山雪莲、桃胶跟雪燕，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吃桃胶的口感。哦，你会吃这个？对，我是太老人。没有，哎，不过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。嗯，
怕酸的人可以喝这个，然后它有带柠檬皮一起搅，所以有一点柠檬的皮的香气。我刚刚一开始想象就觉得好像会有个很重的柠檬味，但它不，它就是香香的，顺顺的，而且夏天喝，里面刚好热，对，清凉。你是从哪时候开始就是类似无数的？说肩上哦，对，差不多就是拍片前一年吧。那时候看了台科导演的影片，然后就觉得想要自己试试看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做。我现在能做到的是就戴环保吸管。其实你会戴这个，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。如果像你可以直接撕开嘛，但我超爱用吸管，所以我就觉得那至少我准备一个环保吸管，还可以喝别人的饮料，没有。而且我很喜欢你剪这么短的头发，其实我不习惯，因为要能驾驭这么短，真的是靠五官在撑。这边有一个开张阵亡的广安宫，这边就好像很有名的金山老街的鸭肉，但因为这边人太多，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先去吃另外一家很有名的脯肉店。所以你要剪短头发吗？哦，对，刚刚聊到我怂恿你的话，你的观众会不会讨厌我？之前看韩剧，然后他就是剪你这样的发型超好看，我就不怂恿你了。哦，好，我再想一下。Something seems a no good idea. 我们来到了朱家脯肉，我就蛮想要买这种。这轻巧的，我不用背太多东西出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以带它。前阵子去基隆拍片，然后我就决定我就是不过夜，就是一天拍完，所以我觉得 yes， 我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出门了。那你是会习惯带包还是带行李箱？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行李箱我要拖着啊，我不可能一边拖着一边拍啊。啊，一个人旅行要考量到这点。那我有一个梦想是想要背着包包，然后去环游世界，就是当背包客。背包客，基本上应该先吃一个脯肉跟金沙苦瓜，一条很大一条这样，加梅酱，酱料人三成多，好多，蛮多层次的，外面很酥。但里面那个肉有一点像是那种红烧肉，有卤过的，日式炸猪排里面的那个猪，就是蛮软嫩。但我觉得它酱很加分的，就是太咸或太酸。哎，里面就是有辣辣，我觉得很提味，整个搭配很好哎。嗯，外面的那个炸的这个部分做超好吃，增加口感。超喜欢你，你们试试金沙苦瓜。我以前应该算不敢吃苦瓜，应该说我只吃金沙苦瓜。如果只是苦瓜本人，就谢谢再见。对对对，它苦味很香啊，很清甜。就是吃完那个苦瓜的苦之后，它尾韵会带一个清甜感，我就蛮享受它在回甘的过程那个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吃过那种吃苦瓜会拿去炸，超好吃。我个人推荐一定要点它的招牌的酥类青菜，我真的蛮推荐可以点那个金沙苦瓜。吃完正餐之后，想说再带你吃一个甜点，还可以吗？现在的胃，今天是一个吃之旅。等一下，我要带你去稍微运动一下。我现在来拍泱泱奶油视角，这样。宝贝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，我带你去吃热的。啊，好。乖乖，很辛苦的男友视角。你的应该比较容易。我们想要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地瓜。地瓜的，你要橘色还是黄色？啊，紫色。紫色，你要紫色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带你去散步好不好？不要。生气。不要生气气。不要生气气。如何安慰女友？给她吃东西。冰淇淋。错的食物就。更神奇，甜食可以吗？要看状，要看状况。好，大家好自为之啊。嗯，它的外面那层超绵密的 ，QQ 绵绵的，因为它地瓜好绵好浓哦，就被它口感给吓到，觉得哇，怎么那么绵密？先把你把这边挖起来，只是想吃吧，非常吃，对，试试看。更黏，这个是浓。我觉得如果你想吃很地瓜的味道，这个会更明显。然后这个我觉得比较对，真的比较深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我蛮喜欢这个的。真的吗？很像在吃甜点。感觉很
很适合坐在咖啡厅，就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对地瓜喜好程度来选择。我打算带你去吃那个，应该是仙草芋，因为我爱吃仙草。因为你食量真的蛮大的，你大家可以吃一口试试看就好。我还可以继续吃。女朋友开心了，男友视角，女友兴奋。芋圆吗？开心。我们今天参加的是 DIY 课程。好的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手术。手术刀，芋圆一刀。手术刀，我们需要急救的病患。啊，没救了。肠子外露，肠子外露，宣告死亡。啊，好想吃哦！这样已经是可以吃的状态了吗？嗯，不行，不行。煮一下比较好吃啊。哦，煮一下。搓揉它一下，先让它紧实啦，这是比较好之外，它的扎实度也很重要。因为我发现你们家都是有那个一颗一颗颗粒，是芋头的颗粒。下一步呢，就是把它揉成圆圆的形状，这样子揉。插头去尾，留下最精华的中段。好大个哦！看那个人女装，这也太扎实了吧！接下来就是发挥创意的时刻，发明双色。我直接拿这个超级大的，这有点夸张哎，这也太扎实了吧！我跟你讲，他一口真的吃不下去，哇，芋头香气真的是超级浓，很浓。我觉得，我这辈子好像还没吃过这么扎实的芋圆。地瓜的有没有吃？好 Q 哦，因为我是芋头控，我更爱芋头。新巧洞的精髓，啾啾。仙草是那种滑顺，我喜欢有点滑顺滑顺。怎么办？我们这一趟好像就是每个东西都说好吃，是因为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带你去吃吧，消化，没错。来做一件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。真的其实，在韩国有骑过，真的吗？但是我去韩国骑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感觉踩比较自由奔放的方式。你说你坐在上面干嘛？我坐在上面，然后他就开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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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真的跑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会有点要飞走，你真的要夹紧哎。在台湾第一次骑马，人家就要骑这只马。对，你是我的白马王子吗？哦，它是棕马，对，是黑马王子。对，妮妮公主，等一下麻烦你喽。哇，跨过去坐下去，加油！我跟你讲这一跨，我跟你讲刚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。Go， 来右手。妮妮好棒。有点害怕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妮妮辛苦了，加油，小心。君娜，我觉得算是胆大的女生哎，好开心哦。我觉得有点，就是不是很稳的感觉，你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。没有的感觉。回来呢！救命！好不稳哦。来，欢迎回来。嗨，脚有点微抖。对，会想要不自觉想要夹紧，而且整个脚里面这边都是汗，很好玩呢。但我觉得你算胆子大的，我觉得很少就是可以找到好像一样胆子蛮大的。我觉得我会怕，但我可能还是会试这样，有一点害怕的在尖叫，但表面是蛮镇定的。没关系，希望你喜欢这个体验。谢谢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运动完，虽然说刚应该基本上是马在运动，对啊，再去吃一点点下午茶。好啊，直接 go。好美哦！一整片蓝色的海。
跟你讲，什么婚白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欸、求婚、那個，求婚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我考虑一下。那这是骑马练习机吗？对，可以骑在上面，然后看着前面的大花。幻想你在上面跳骑在骑马。你们真的很浪漫哎、欸！来，让我为你演奏一首。那个后置帮我配上音乐。后置要帮我，不然你会很尴尬。哎，这边后置再帮忙一下哈、哦。啊，太好听了，怎么这么感人？我先离开了，再见。不会是你吃最多的一杯，应该差不多。干干杯！哇，这个不能啊！今天一直在发生惨案，革命之力会影响。再一次，再干一次。我觉得今天店很赞，看得到比基尼吗？没有。哦，派皮好香哦，很酥哎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然后还有加冰淇淋，哦，这层次很好哎，好好吃哦，哇，干冰，这个很草莓，对，哦，草莓超浓的哎，真的，它是千层，它加的是那种百香果酱，什么都自己做，做这么多道，很厉害吗？哦，它有口感，嗯，哎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真的觉得它百香果酱加的超好，好好吃哦，很 match。这个是素的派，好，有一点点妈妈在家里煮饭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平常没有吃这么 fancy 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妈煮的那个风格也是比较偏这种。啊，不过很香哎，很香，它的香味超级香，所以做出来的味道我觉得是干净朴实，但是是美味的。对，我觉得朴实这个词很准。对，这是太适合就在那边。坐一个下午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，就这样静静的看海。啊、下巴面包，对对、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下巴佛卡还是什么？下巴提，下巴。哦、嗯很有那个闻起来是很有面包那个酵母菌的味道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它就是料很足。对，嗯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气泡也很好喝，很夏日。它是超级清爽，然后水果风味很足的那种，我自己也很爱这个。甜点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它千层派。我觉得这个对对对，因为它千层派加那个百香果酱，我真的觉得画龙点睛，非常的酸甜不腻口，很好吃。因为我们几乎今天一整天不是吃都在吃，对，所以想说我们大家可以稍微再去踏踏浪，我们稍微走一下。是刚刚我们从咖啡厅往外看的那片沙滩，想到这种地方就会想要垦丁，就觉得哦，好像要跑到垦丁才会有像这样的地方，但没有想到金山就有了。哈，来追我！这风也太完美了吧！而且现在气氛刚刚好。我说浪漫走走，他这边奇怪的奔跑。再要来伸展一下，是不是？啊、那我们要比谁先进去吗？我很认真跑、欸，怎么？一起啊，冲啊！敢不敢啊？你们试试跑，试试，试试跑。对。下雨了，伞很小，完全没应该挡不住我们。今天呢，很开心，金鱼拿来跟我一起旅游，我很开心。今天的行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哪几个地方？我很喜欢最后那个海上日出，那个脯肉啊，脯肉我也觉得很好吃。海边行程我也觉得很赞，因为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好地方。
跟谁来才是重点，其实行程都不重要。今天跟你平常一个人旅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多一个人帮你讲劲吧。对啊，我们其实沿路就是一直在讨论说我一个人旅行有多累，因为我想要拍东西太多，然后我想要拍很多角度到达自己心中想要的样子，所以我就拍得很累。可是我蛮享受那个过程，而且我觉得看你影片有一种很放松的步调，有点像跟你去旅行。我跟你就是一面之缘嘛，对。然后就借由今天，我就觉得我更认识你。希望呢，就是平常一个人旅行之外呢，也可以偶尔找我去旅行。谢谢，有点害羞。喜欢这个行程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要澄清一下，我不是都一个人旅行，我还是有跟朋友出去啦。好，有，他们只是朋友比较少，没有。今天这整个行程我都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之前就很想要来海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达成我的愿望，然后又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玩，很放松，很 chill， 推荐大家也可以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期见了，大家记得也要去追踪、订阅金鱼脑。好，谢谢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订阅、追踪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浪漫吗？真的很浪。